6月2日，正在积极备战2013年北京演唱会的周笔畅接受了媒体的探班。当天周笔畅一如既往的休闲装扮现身，现场练习了演唱会的几首歌曲。是不是你的手不熟悉的手，握住你的手，看得我在谁背后，你想过没有，我们为何会牵手，是什么理由，然后你又难过，甚至不周笔畅透露，演唱会现场好友杨幂也将捧场。在提到网上热炒的哈哈体时，周笔畅自嘲起来：“其实也有想请嘉宾，对，但是嘉宾都没有时间。嗯，请过谁？不告诉你。没有，杨幂会来看了。有一个新的，给你封了一个体叫哈哈体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听说。然后自己看到那个什么感觉？”我也是网络红人。对于这次北京演唱会的特别设置，周笔畅说会给歌迷们准备一个大礼物。有什么特别环节设定吗？特别环节啊，就是会准备，就是会有一个礼物，然后是给歌迷准备的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北京整理报道。